看你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对哦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不要认真买，不要认真看手机。对，看手机。哎呀，是小王在吹哦。 要问他，这个你还有多少？哎，我包，哎，我包我爸，我跟你讲，包这个。要问他。对哦，哎，你啊。好，下屏幕，请他回。来来，我拿那种杯啦。阿玲，好好，下屏幕。大问一下。我问他怎么了？有人煎蛋也问。他刚是什么？你那时候不是有吗？蝴蝶鱼，蝴蝶鱼也叫燕鱼。燕鱼，哎，新蒸好吃。新蒸好，问蒸的。 千万不要煎哦，千万不要煎哦，小可爱萝卜糕，对，不是蛋那么少。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叫文勇的，他拿走一箱了。要吗？哦，后面来。他等一下，等我们要做。过两百哦，虾饼，鸳鸯虾饼。我们鸳鸯虾饼啊。虾饼呢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阿弟来，超级超级超级。 到店我们是卖500块以下，套起来卖500块嘞，卖500块嘞。哎，来来，500块，500块嘞，500块。来几块呀？青菜呀？来个香菜，500块了。哦，青菜呀。来个香菜套起来，500块，500块。 你开踝关节哦，哇！你是有什么状况？怎么会需要开到踝关节？开到踝关节算大刀了。青菜，青菜，连座位拢散去啦。哎，500块先卖，套票啊！过两百无包。哦，你在几家？青菜。哎，我找500，过两百套票啊！ 哎，一个虾米好，你注意听讲哦，对哦，几只拢饺子的，哦，伊的是咱娘，这拢饺子，你想十斤当一下，一只三斤外啦，对，我斤称哦，这斤那个算两百对，哦，这三斤外这只开了就开你600块，你有想要吃什么吃，想点这，想要问这啦，我后壁，你哦，好了，我要卖了，不是啊，多少钱呢？要卖了，我先问一下啦，哦，两块一只啦，你一只要用好，你开600块，就我包你买袂着啦，唔免五百，来，5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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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老板，你走，等我一下。来厦门去啊？等一会儿。我走。来。当然，一只龙公斤的啊。来。哎呀。
来一个主位的，一个。好，多余约了，来呀、买就先卖，300块炒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锅的话，切块金针就好了。只是它的形状会比较难看一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切块再来去金针。只是蒸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它死得很好。谢谢。北段，北段伊无啊？有啊，在那里而已。春节过过完年啊，还够人买无啊？最后收存三尾，这三尾够先买。今天我迟到，算而且我好问，这大只只也是，叫这大尾，够人买无？300块、300呢？300块无啊啦吼，300块、300，够一届300，我来试试来。那个老板摆在后面。十班了，好啦，啊，摆带鱼只，我搞起掉对啦，每带鱼只俩，哦，你每带鱼只，来，好，哦，来四来，来六来，六号八，来十，再摆来，六号两份，来二，六来七来，阿香哎，来我这弄个你啊，你五八边走好不好？弄个你啊，只俩，五号票拢无啊，哦，阿你没有，无啊，太光了，无啊。想买也没得买，有时候就这样。你要买十斤的，你买五包五条，这一尾斤半重，一只一斤半啊。你一斤卖讲出价，这7-4百条，一尾抬起上盖卖到4-5，两只卖你9百，1000块卖下来了，少钱？卖8-7百啦，500了啦，这卖500，这过来500块，啥货500块？过来要吃9班的袂？龙虎10班哦，哎。小可爱，幸福可以让你四包萝卜糕啦。对，今天我迟到，然后帅儿子也迟到。哎，哎，我包找你，啊，这个便宜。差掉啦！来，立正走。来，各位要吃9班嘞？10班还有谁要吗？龙虎10班有没有？没有要吃10班的哦，9班拢有吃哦。好来。来，无你搁一声鳕鱼土包肉，人要吃无？土包肉来，土包肉来。来过来。还搁有飞机丸的。鲑鱼尾巴五十啊，这个包，这三1000块，哦，来给我包一个，来，这鳕鱼拖刀肉都有人要吃的过来，等下你搞清蒸的哦，完全拢无刺哦，等下你搞用鲑，小姐妹有开五百、900、800来，300块就有人来，300块了。算鱼头多吧，这个你来水这边水较紧点，哎呀，这无放得着哩，300块就有。不要动啊！是啊，你装起来。来，还有谁要鳕鱼的吗？来加，来，等下找钱了嘿。还有谁要300块鳕鱼拖刀肉？还是苹果钱？还是苹果钱的？来，拖刀肉谁的？看姐姐刀哦。来，还是苹果钱的？阿根廷鱿鱼尾巴，你要鱿鱼翅是不是？好，老结婚哦，陶德老结婚。好，小哥帮你了。河虾有，河虾有。啊，今天怎么着？有河虾，有河虾。哎，还有人要吗？我要。六，今天老结婚了哈。哦。没洗澡。葱抓饼有。
鱿鱼圈有，鹅啊，哎，今天有第一次带过来的宝石卤哦，今天有带宝石卤。来，哎呀，别不借300块也要来。一个两百不？六楼不？我要回来要不？哎，黄鱼哦，来。来了。啊，这个有钱。啊，我快！阿妈，你不用找我，我在那个葱抓饼，你不用找我。葱抓饼，让我切一下。阿哥，两百无？土豆肉，土豆肉是你喜欢的，先加无？好，咱有啊。OK。下个五百。五个。来一只，还什么黄鱼？我要黄鱼啊，一千啊！来一只，请问这有一个？来一千的。来一千的。嗯。还带一份呐？他要吗？不要啊，弟，一份就好了。哎，不是说两个？他要两条。两条。我要一条。哎，找你500了，听袂要讲啦，找500。哎，黄鱼个两百无，500块来，五百，我们黄鱼的无，五条啦，哎，500啦，哎，后面啦，哎，个两百无，啊，5条，五条嘞，那是几条？200块而已呢，2条。我好好好啊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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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花饼够吗？花饼。萝卜糕没有买到。萝卜糕没了。萝卜糕没了。要几包要转？来啊，掏钱上来啊，掏钱上来啊。一包。葱饼够。月亮虾饼，今天刚炸月亮虾饼。有啊，有。月亮虾饼今天有带。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没办法，很多人呢，没有了，没办法，你太慢了，还拿500的，跟我刚刚一样，哎，太慢了，你手脚不够快，就跟别人的了。老板，你要买蛤蜊吗？蛤蜊好，等一下。我想买你的蛤蜊呢，买了很多，想要买蛤蜊。他哭啊！他会讲，我也是讲。我听他讲。哎，什么两分呢？好像是我。八百啦。问题是两分200的，400啊，300的，600的，800哦，800。哦，来多来。你是小鸟回来啦？尾巴啦，尾巴。我叫我厝的搁十五箱。我不知道他有讲。龟，
那个果皮都。尾鱼的尾巴。尾鱼的尾巴啦，你跟他讲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先卖这300块了，最后一个无啊，300块，这回去你搞哦，煮食的啦，煮酱油对吧？煮豆油水对吧？然后这规地拢会吃的哦，300块就好了，最后一个，这有人买了，拢无人加价，好不？好啊。他们觉得人拢感觉乌乌啦，会惊啦。乌乌不要紧啦。来，头尾。能包的皮皮的，没有，他那个人买的一份第二份带豆浆，对，他买一份第二份带豆浆，对，但是那个，你有跟他买一份放豆浆的？买了嘞，那能包过你？哦，那个小饼200块4包能包。买4包200块。他这个有吗？还超精贴的。你要吗？这边一份，老板。他送不到货，把送过快的，因为他没有了。该不会没有了？有了，刚好了。我先，对，谢谢。你先拿走吧。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。下海操作。再找一个。哎，最后几个包邮。哎，你能给你先。谢谢。你太晚说了没了，是你太晚说了没了。去鱼卵有人要吃无啊？你我讲你我要吃啊，噶，我一条吃起来拢按200块，我少吃起买500块先来啦。你一条、两条、你三条、500、4条、500好人买，你5条、500来少吃，你6条、500好人。500，今年无人来啦，这条过来500好人了。8条了呢。你要过来给我妈就行，500块。这个姑娘，我不知道。8条，还六来8条，还有谁要500块？够吧？啊！都定的，我今年开8条的，过来买韭菜啦，是来大概归来。还有。前面先拿给他。还六，还八，给你了。500块，还有谁要福气鱼丸的？我啊哈，福气的鱼丸，你捡的福气哦。我啊。这就卖的太便宜就被秒杀了。哎，刘月仪，还有谁要？来这边的，这边一个。可以摆吗？对，加油！200啦！过来！200块，钱拿出来，钱拿出来，够不？够不？200的。黑铁啊，还够不？没啊，500的谁的？没有了，要抢。记得钱要拿在手上，你这样才会快。哎，你皮包再打开再收起来，30秒就不见了。哎呀，我用这完全拢无饲，规地拢无饲哦。等起码煮来用，你也用噶，买只SA啊，含几分有无？
等去哦，伊看见两等悄悄喊几个哥哥了。等下吧，伊咧陪这。不是啦，哦，紧张什么啦？哦，你袂算计的，咩紧张啦？你有登记哦？有啦。你选代表？你要选选里长啊？我选校长呀，即摆选校长。校长，你即摆校长啊？你咧？我即摆甲阮爸竞选看谁会调。哎，你水田这回去哦，你阿姊姐做糖醋做红烧，哦，完全无饲哦嘿，等于水买水汤拢会使啊。少正个，你有好好餐厅就对啊，你有好好撮囝姊姐做糖醋啊，规盘拢啊拢请假啊，一盘啊得一包买300，后来少正个那种开五包就400个，但我爱食300块，了这对要来300好人啊，300无人啊，这对300好呢，这大对300，200个啦，200好啦，看一个。阿伯阿伯，这粗人啊，哦粗人啊鱼丁啊，好嘞，来过两摆，完全无饲哦，来200块，200块等于是搞清醒的对吧？哦，做咸粥鸡爪、糖醋红烧拢好食，你200块无人来哦，200块一瓶啊。你如果再嫌麻烦的话，那个盐花撒一撒。直接整盘整盘进去烤箱烤到。还够两百不来，两百块了，200块了，还能包不两百哦？烤几分钟哦？要看，我有烤过。200块香拌，我烤的可多了。哦，这包要修又里要修条，不两百哦。我喜欢用烤的，这个烤起来很香。用炸的我还不喜欢，我喜欢用烤的，我不喜欢炸的。因为他把他的油全部烤出来之后，盐灰啊，搁加胡椒盐就好了。干甜味的。试看看嘞。你这个箱子要不要个箱子？人家包雨啦，人家包雨啦，包雨啦。来啦，这个问题啊，你唔捌食过，不要紧啦，咱买一包，100块，你先买一包，好，好，你试看，买一包好啦。你洗完之后再用柠檬汁喷一喷，再擦过一次就好了。要不然用柠檬酸喷一喷，再擦过一次。我们现在没有出货出来的，好，一包5斤，中间我发回叫，那回叫一斤2包，好，这包卖用开千台八百七百六百，没有啦。Nice， 放下去了，等一下哈。400块，等一下再帮你留。出来了不？一包弄几千包。对，好不好？哎，400块嘞，一个人卖我400块，整包有几多钱啊？700无啊？700拢无，我要买200，我等下叫小丽，你要起来卖哦。